吃饭啊，今天我们的麻辣美豆腐哈，给你们开的活动价，一单减四米，瓶装的210克，一共是210克一瓶，一共发两瓶，拿回家不开盖，直接放保鲜室冷藏15天再吃。池塘的把边沿的辣清理干净哈，边沿再加上植物油，常温阴凉处密封15天再吃。油的话循环给它加上，就是你们吃的调和油、植物油，油的密封性比较好。这一罐的话是2斤哈，1000克2斤，喜欢的可以下方小黄车看一看。都是手工梅豆腐，无添加啊。放一放比较软一点。下周消化不好吃，特辣中麻啊，能吃辣能吃麻去拍。梅豆腐的话是越放越软，越放越细腻，越放醇香味越足，不放的话是不好吃的。Okay.